妈咪，母亲节快乐 ！Thank you。今天呢，我有个小惊喜要送给你。什么？我要下厨。你下厨？有没有听错啊？我有个厨房好帮手，有了它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跟着我来。今天就让我示范怎么煮扣肉包。真的吗？是的。好。锅子给你准备好了，妈咪。不需要这个，你只需要这个。Baby， 这是饭锅。错了，这是多功能的饭锅。能煮扣肉？首先呢，把调味料加进猪肉里，然后搅拌，你就可以让它腌制4到5个小时。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把材料加进去。加完之后就让它煮7分钟，以后我的早餐、午餐还有晚餐都有着落了，我可以休息，我可以去 shopping 了，就由我包办吧。真的啊？你说的？我说的。现在呢，再倒入香料，让它煮多3分钟。现在的步骤呢，就是把肉加进饭锅里，然后把肉搅拌均匀。Baby， 还有这个花椒酒需要吗？现在加进去，加半杯水，搅拌均匀。让肉煮30分钟，30分钟后再把酱汁倒进去，总共60分钟。我可以闻到香味了。哇，真的好期待哦！主厨，刚才你要的一杯半水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做什么呢？接下来倒进去，再搅拌均匀，然后再煮30分钟。迫不及待想吃了。我也肚子饿了。倒数1分钟，现在要加入番薯粉。我准备好了。好。然后再搅拌。好。剩下的1分钟就让它煮。嗨，已经煮好了。来。哇，搅起来吧。好香啊！好了。哇，色香味全。可以开动了吧？等一下，又等。扣肉包没有包，哪算是扣肉包？哦，我们没有包子啊。有，平时你可以现买，但因为今天是母亲节，我特地亲手做了爱心包。你还会做包子啊？怎么做的？就用这个面包机做的。Magic。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做的？有了这个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现在我们要把包子蒸一下，就可以吃喽。小心哦！真的是多功能哦。蒸好了，现在就让我包给你吃吧。好受宠若惊了。我们一起吃。OK， 谢谢你。吃吗？太好吃了！以后不用花钱买就可以吃到很好吃美味的扣肉包，太好吃了！如果可以为我妈咪做扣肉包的话，你也可以哦。赞！来吃一口。